来我们要来看到的是蓝营主帅同样是不畏寒风跑透透，侯友宜今天下午也要杀到高雄的绿营深水区出席大寮团结大会，目前呢现场正在进行暖场造势活动，等待主帅的来临。而其实呢在上午的时候他是先杀到了台中，那么蓝营的这些大咖呢也个个顶着寒风，还特地穿上了短裤合体站台力挺，而且严宽恒他也难得露腿相挺。不过前一天严宽恒到夜市拜票时巧遇柯文哲，两个人还互道加油，是不是违反国民党纪？赵少康他说那就当作巧遇吧。